表示一样的，还有，这里有，又爱又恨，哎呦，哇，你啊，穿搭呢哦，那你很没穿呢，来，玉林哥，邱勇林，心理医师，这个因为有全程录影哈，所以不能说谎，是，刚才那个秀慧表演这段呢，我们测量到玉林哥最大的脑波快乐值是。77，玉林哥，你该是毕业啊？没有，喜欢这一位的海棒有足臭之夫。我必须承认，刚刚秀慧碰触摩托车啊，然后摇了几下臀部的时候，我不争气的兴奋了。车模，哎呀，三模。但是他的不舒服的指数也蛮高啊，也蛮高的，也蛮大概是多少？中间有一度不舒服很少，喜欢很高。他在后面的时候有几度，就是说不舒服的指数有到90，这么不舒服、啊。当事人提出说法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会这么忐忑？你是人格分裂吗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刚一直亏他嘛哈、哦，那我刚刚也试图用意志力哈、哦，希望说能够那个控制脑波，哎，控制脑波。啊，但是必须要讲，那个秀慧算是也有很有女人韵味的人哦。啊，但是因为过去谐星的形象深植人心，可是必须讲，她刚刚那段舞蹈有摆脱，好，之前人家觉得说啊，她好像比较哎，那种感觉，有那个性感味道有，有还是有啊，这因为她本来身材就是很 OK 的啊，对，对呀，终于讲出一句人话，这是佛心来的，真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各位太可怕了，竟然第一关。会不会是因为测验者有问题啊？对不对？秀慧姐呢？秀慧姐77分，彩珍才75分，还有恭喜第一关获胜的是，恭喜，谢谢，嗯，吴彩珍小姐，恭喜彩珍，恭喜。哎，我啦，我们讲失败的，哦，失败的就是我杨秀慧小姐，喂，不是啦。不好意思，再一次，恭喜杨秀慧小姐没有成功。对，阿姨呢？好了，秀慧小姐获胜。没想到沈玉玲喜欢老姜胜过嫩妹，杨秀慧77分赢得胜利。柔软摸摸乐，这是什么题目？摸柔软的部位还是？是比柔软，然后摸到色块，哦，比那个柔软度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个都会玩嘛，哈，会玩。OK， 这个长青组呢就派出两位女生，对，嗯，那你们就配出两位男生啊，好不好？只好这样。那第一个是谁？第一个你，哇，好吧，第一个来，那这边强棒，强棒，那边就是子琳啊，子琳是吧？应该配他吧？没事，因为他们互看不顺眼，应该让他们。哦呦，对啦，你自己还挑人啊？不是宇轩啊，他要宇轩呐，不是，因为这样节目才会有一些懂了，我是用心良苦，你想选宇轩啊？我不是，他只要给沈宇，对啊，不是，我选鹏哥也可以，就是熊熊类型。好，预备，你要跟我换宇轩，来，先脱掉，好，预备，来，先塞颜色，好。蓝色的，不是脚吧？蓝脚。不要头，蓝头。我住在蓝头啊。蓝头啊，对，蓝头的相亲呢？哇，你要攻这么深？哇哇！换我们闪了。来，立冬，来了。小心，红色。
右手，右手，红的右手，红的右手。觉得我好来哦，红手的来，部位头，头，头，可以逃走了，可以逃走了，逃走了，红红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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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你可以，女生画红头，你可以动啊，因为现在没有其他部位啊，所以还是要头。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再来这边干什么？我在紧张的，李彤，上头来，黄黄的，黄的，黄头。黄头，黄头，我黄头，我黄头。你在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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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在看，哇！反应好快哦，哇！大家要不要聊聊天啊？休息一下。来，左脚，左脚，蓝色，蓝脚，蓝脚。有啊，我放了。他有放了。嗯。不是，你也要左蓝脚。是吗？我也要吗？不是一个一个位置，来，张一峰也要放，我也要放，对，我要放蓝脚，对，左脚放到蓝色，左脚没有，左脚放到蓝色上面，不，那我头可以移吧？我黄头掉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我黄头，啊，头，蓝脚，来，哎，哎，又是蓝色，完蛋，右脚蓝色，右脚蓝，右脚，来，女生右脚蓝色。你有吗？有。你哪里有？膝盖。哪里？膝盖有。在哪里的？装可爱，装可爱。好，有了。蓝色。又是蓝。什么意思？蓝左手。蓝左手。蓝左手。张亮用左手。我先把头移到黄的。对。左手，左手，左手，左手。啊，左手。哎，我没有摸到他哦。啊，我在这里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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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绅士，我绅士，来喽。哎，我们可以按同一颗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按到我手上就可以。也是，来来来，预备起，哎，黄右脚，哇塞，黄右脚，黄右脚，黄色右脚，哇黄，哇这个关键，黄头又要黄右脚，是不是？是我吗？我都要啊，都要，都要啊，哇哇哇，哇塞，不是不是。我在找我的黄头，立冬，立冬，立冬，黄色的右脚，立冬，我先来，你说黄头还要黄右手的嘞，黄头，黄右脚，黄色右脚，黄右脚，黄右脚，黄右脚，再黄头，再黄头。厉害厉害，过瘾过瘾，好玩呢，过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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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的好好玩哦。